一開始有朋友仔同我安利呢部劇嘅時候，我係拒絕嘅，因為好似我呢啲咁浪漫嘅藝術家，太正經嘅劇係唔啱我嘅。只不過阿琪同我講，家峰，你去睇《人民的名義》啦，好大尺度，好啱你嘅。好，既然你安利得咁誠心誠意，我咪姑且睇下有幾咁大尺度咯。主持人都要充實下自己噶，講你講，叫老師入嚟。